再来其实就是标签的功能。标签的话，你看哦，我们来看这边，您从这边，我们一般标准的进来是这样。那你今天有收到信件了？有收到信件，那这个的话呢，比如说，有人要求分享，对不对？那这个是什么样的事情？你可以从这边直接选择适合的标签，比如说，这是工作的啦，还是什么？那只要你有，好，假设我这样建立一个新，因为这个没有啊，加过之后，好，建立，有没有发现这有个标签跑出来了？我就可以帮他做分门别类，你可以直接从上面指定，那有增加过的他在上面看得到，看得到。如果万一不要的，比如说这个不要，你就把它勾掉就好了，就这么简单。那一封信可不可以有两个以上标签？当然是可以的，因为有些可能是属于这一块，又属于那一块，哦，那所以你可以把这个标签做好。那这边预设有没有发现这个颜色好像看不是很清楚？怎么办？请你找左手边这个地方。教鞭拿出来一下，有没有看到这里？对不对？你的标签也会出现在左手边，但是呢，在这个旁边三角形按一下，就可以从这边选择不同颜色。哦，比如说我觉得，红色的看得比较清楚，比较重要的嘛，有没有看得比较清楚了？好，所以你像这样子，我就可以很清楚真的。那今天如果你是想看跟工作有关的，点一下，只有跟工作有关的会显示出来，所以就等于在帮你做筛选。所以如果你把你的一些东西把它分门别类整理好，有没有比较方便一点？这个我们在其他的那个邮件软体里面好像比较没有看到这类似这样的功能，好，类似这样的功能，这样 OK 吗？可以哦，所以标签很好用。那万一你设错了怎么办？啊，我刚设错了，你可以从这边设定里面找到有一个叫标签，有没有看到的？那你就可以从这边去找。找到你的往下，有没有？所以其实有两种方法，一种就是说我很单纯的，我就一次一个，那就从刚刚邮件整理的时候就加进去；一种是你已经先想好一堆了，因为事情很多嘛，所以就从这边一次新增进去。但是如果你不想要一次太多显示在我们左手边的话，你可以自己来这边决定。你看后面有没有一个显示跟隐藏？这个。因为有时候你标签很多啊，可是我只是分类用的啊，不需要怎么样特别去显示在我左手边，对吧？左手边这边的，你可以从这边去显示或隐藏。所以今天如果我在这边想要把它藏起来，有没有发现左手边就不见了？这样还是可以分门别类，只是不会打扰你的左手边选单。好 ，OK， 那这个真的很好用，所以你可以尝试看看。记得要会改颜色，这很重要。不会改颜色。哦，真的，我再做一次。来，画面切过来一下哈，来这边。好，你看一下这里，我先让它显示出来。你要移鼠或编辑从这里哈，这个应该没问题。来，我们看一下，从滑过去有没有？放大，这样看得比较清楚。三角形这里，按一下，有没有页签？这样够清楚了哦。好。哪里来？哦，真的、啊，你平常会用到教鞭吗？现在不能拿了，不能拿那个、啊。还有同仁有把一个地方有点混在一起的哦，你看一下这边，这里这个叫标签，对不对？你有没有发现左手边还有一个？这叫资料夹。那有什么不一样？有的人觉得用标签可以，有的人用资料夹，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是用标签，是我在收件夹的时候，所有的都会显示看得到，只是用不同标签标示。但是有些人觉得我进来，我们Outlook也有这样的功能嘛，就是我可以像右左手边这样，是分成不同的，好像资料夹一样。所以呢，如果说我这个进来之后，好，这个我就直接把它分类到所谓的工作这个资料夹，那么你在收件夹就不会看到它，因为你要到哪里？工作这个标签里面才会看到，这样您了解那个概念了吗？好，所以如果你从这边做，那点一下，你也可以移回来，告诉他我弄错了，拍谁，回到收件夹，有没有又回来了？
算清楚了，因为两个摆着蛮近的，所以有些时候可能会不小心弄错了。那这边呢，顺便跟大家提一下，其实邮件很多，对不对？这一点我做的比较不好，但是我觉得各位如果可以的话，你有空还是要把它做封存。好，现在合适不是要封存吗？不想看到的时候就怎样，因为那个事情你已经处理完了嘛，所以你可以这样子把它，假设这个我已经做完了，我不希望在邮件再看到它了，你可以在上面这里有一个叫封存。封存不代表说以后你会找不到，因为你直接用搜寻还是会找到，只代表说在你收件夹里面我就不用看到它。好，那当然如果你看到垃圾邮件，你可以勾起来就回报垃圾邮件，通常我都是不客气啦，这垃圾邮件我就回报，因为这样子过滤的机会会更高，会更高，所以我平常收到的垃圾邮件相对比较少。那有一个情形，万一人家寄给你，你没收到，请记得一件事情，去垃圾桶找看看。好，所以我们到哪里？到这边有一个，有没有？垃圾邮件这里，删除的是放在垃圾桶嘛？那垃圾邮件在这边，基本上如果你进到垃圾桶里面，就是你自己手动删除的，是30天之内都还在，所以还救得回来。如果你是那个垃圾邮件的，你就进到这边，它也是30天，好，所以30天后它在这个信箱就自动消失。那假设你有一封在这里的话，你就勾起来，告诉他这是非垃圾邮件，下次就比较不容易进到这边。所以平常其实我都有做资源回收，真的啊，我偶尔会去看一下。虽然我礼拜二我是做环保志工啊，但是邮件真的还是偶尔要来看一下，因为有可能别人寄给你就在那边。有些啦，有些系统它就是有判断错误，所以我常常还是会来看一下说有没有。那如果有就捡到，因为我好几次的经验就是，我也不知道他寄给我，来就在那边就看到了。哦，那你常常整理，我看完没有问题，我就直接把它清掉，不用等到30天。那这样我要找的那个量就会比较少。好，这个是给大家稍微参考一下的。